Tianze, 跨领域设计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 跨领域设计在寻找设计真正问题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就我自己而言，跨领域设计的广告策划中意义非凡。为了完成一则广告策划案，我们首先要确定目标受众群和广告主的真正需求，然后定制平面或是视频广告，最后还要预测市场效果。这整个过程需要不同领域、不同专业的人来完成，所以跨领域设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杜月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跨领域设计？ 设计早已不再是为了美感或产品的功能性而存在，而现今更多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。跨领域设计更是解决基于领域模糊、文化差异、受众需求多样而产生的问题。跨领域的学习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以及跨领域合作的增长。跨领域设计作为设计对多样社会以及人类能力的发展的应用，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接。